国足 U19 集训名单，申花9人，刘洋4人。直播吧6月9日讯。根据中超青年球员新闻消息，中国 U19 国家队公布了新一期国青队集训名单。其中，上海申花9人入选，另有4名留洋球员入选名单。具体名单如下：上海申花，彭鹏、朱晨杰、蒋胜龙、苏世豪、孙沁涵、徐磊、徐悦、徐浩洋、刘若凡。河北华夏，龚秋月、陈奥、陶强龙。大连一方，何雨鹏、韩佩江、王宪军。上海上港，朱嘉毅、黄文卓。天津泰达，王正豪、郭家伟。西班牙胡米利亚，杨毅林、陈国良。天津权健，徐浩峰。广州富力，陈雅俊。北京国安，刘国博。江苏苏宁，秦宇曦。浙江绿城，金浩翔。东莞马勇，何龙海。西班牙马德里竞技，李学博。葡萄牙贡多马尔，蔡浩畅。按照足协通知，中国 U19 国家队将于6月3日至6月20日组织集训。